湖尾镇长丁学忠聊了 Loki 下海当主角拍鬼片，为了宣传《中原记》惊悚的密室逃脱活动。就怕真的丢家，年龄限定10岁以上才能参加。湖尾中原记规模之大，风街普渡，各展特色。东区、西区、南区还有壮观肉山可以看，北区则有鬼斧神工的冰雕秀，加上中区、德兴区、福德区共7大区。北基隆、南湖尾，所以是相当的特色。东港以定超都有2万至3万的游客来到咱湖尾。重头戏落在湖尾圆环区块，素环真灯光秀、趣味竞赛、密室逃脱，沿着圆环往外延伸，还能尝遍美食。真高工啊，嘛足辛苦的。淋上面糊热压机塑形，手工蛋卷飘出这香味。我们现在这边是唯二还有在制糖的，唯一有用五分车的，用蔗糖来做我们的手工蛋卷的。热腾腾古早味米糕从蒸笼里取出 ，Q 弹又粒粒分明。还有经营到第三代40年的鱿鱼羹面，也被列入老饕必吃口袋名单。真的跟我想的不一样，就是有非常多的美食，然后这个美食都很传统道地。就是看看老街，还有来糖厂这边。逛逛逛填饱肚子后，来上一杯透清凉的绿豆沙，大口啜饮消暑解渴。湖尾中原记把活动办大，争取列入无形文化资产，延续地方重要的民俗特色。三立新闻刘一德、曹胜章 SV 小组与您。